一直在考验他们的学妹。好，你们的学校是不能被这样分割的，对不对？很团结。好，那你们就把全部的人的声音都一起借我好了。等一下我说到这叫 LIHI 的时候，你们跟我说厉害，试试看啊。文字笔中，这叫 LIHI。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 MP 魔幻力量鼓舞留言。